在下有个小小的要求，哇，因为 Coco 是全球第一的饮料店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是否可以再多捐出100杯的珍珠奶茶？珍珠奶茶呢？嗯，捐出100杯吗？对对对，捐出100杯吗？哦。100杯，捐出100杯，这样够诚意吗？我们捐200杯好吗？好啊，那我们捐200杯。等一下，一定要先讲一讲，为什么要偷偷的都要了，多要了200杯，啊、是要自己喝吗？不是啦，我自己会变胖，因为我们红星智慧真的很关心弱势的小朋友们。那在圣诞节要来临前，希望能把 Coco 的温暖分享给他们。好啊，非常谢谢鸡排面这么有爱心。对对对，当然呢，这个爱心呢要不落人后啊。那帮助这个弱势小朋友一直都是我们的宗旨。那我也代替这些弱势的小朋友呢，谢谢鸡排妹为他们争取。所以，我刚刚应该讲1000杯，那林总监就变2000杯，是不是？等一下要送很久。那我就宣布竞赛开始。现在这边有50杯的饮料，我们看能够20元，120元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是有人敢来，来珍珠奶茶一杯只要20元哦。好，一杯20元，一杯20元。要买要快，一杯珍珠奶茶只要20元。好，一杯二十，一杯20。来，现在计时了，已经在计时了，已经计时，时间有限，时间有限，请大家把握。